响歌的杰克，佣兵、咒术、律师加作曲家，看似平平淡淡一套阵容，主要看你上来抓谁。抓咒术师，这把穷者机会面还挺大的。咒术师大概率带飞轮啊，带飞轮没关系，我吃一刀，我是不是有菇了？我用这个菇续出我的飞轮，我飞轮再顶掉你下一个误认，我再续出一个菇进交互点，是不是怎么地40秒不倒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毛病？没毛病，我分析的非常对。好，走位躲掉一刀误认， nice。 现在镜头全程锁定这个咒术师，我觉得40秒没有任何问题啊。这个咒术师，哎呦吓死我了，哇这个翻窗，现在大菇出来了，大菇出来了，飞轮也出来了，我现在这咒术师无敌呀、啊，超强，操作也得当啊。他的这个板窗玩的，手里面现在手握一个大菇，不抓了。杰克追咒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，特别是一个会躲误认的咒术师。特别是一个敢翻且会躲误认的咒术师，这里的话一刀不插刀误认，后面跟上来隐身一开压住律师，律师倒是要倒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说了这把这咒术师如果杰克硬着头皮抓真的要出事情的。这咒术师待会儿救下来以后他都是26的，选择换抓这边的律师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。还好中场是个律师，你中场是个佣兵，我觉得这把杰克都走远了，他击倒这个咒术师估计还得再20-30秒钟，不止，说不定都不止，他误认如果空了都不止20-30秒钟，然后再加上咒术师救下来以后续续孤什么的再操作操作，外面一个那个作曲家一个律师，这两大修机工具人疯狂修机，马力全开，佣兵就两波，四人开门战，剧本都写好了。一个护臂跳过来，这里的话一刀误认怎么甩，一刀误认没甩中，好的佣兵这走，哎但是护臂，这护臂应该是没有关，这个护哎打了一刀佣兵，我们算下机子，现在的话可以看到机子其实差的不多，四台全是遗产机，而且四台机都是超过 50% 的遗产机。第二波救人的话作曲家来救吗？作曲家还是不要来救了吧，佣兵来救，佣兵这时候翻箱子，第二波佣兵救人。现在外面的咒术师和作曲家就两个修机工具人开始疯狂修机，一刀无人带走，好的佣兵再翻了一个护臂，可以。这一轮的话佣兵压好位置是一个四人开门战的，哎呀差了一点点，感觉这机子还是差了一点点。这台机子修完，作曲家这边机子修完，差不多，你说差的多吗？差的其实不多，但是感觉可能还差一些些。佣兵贴边，咒术师这里也过来了，剩下的机子这修不完呢。咒术这边想硬保，交了个大菇，佣兵这边把人掏下来，哦，他交了个小菇，留大菇，一刀打中，哎呀，大菇取消了个插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这波想大姑保一轮，然后让那边的作曲家再去跑最后台机子。从结果上来看呢，如果说咒术师当时不来，咒术当时不来的话，佣兵救下人来其实也不太够。佣兵救下人来，那一刀挂在律师头上面，一个插刀机子估计也亮不了，得来。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但是就是这个大菇没教好啊，这个大菇没教好，但也没办法，这个他这手只能教了，这刀都抬起来了，只能赌这刀打不中。三人开门战，佣兵这边没有道具，杰克的话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可消耗的，他也消耗不了，因为中场的机子你不太能去管了，管不住啊，对吧？89的机子找到佣兵可以，找到佣兵的话可以打一刀压一个开门战不满血的佣兵，哎不错，你别说我刚刚说没什么可消耗的，哎这边消耗了一个佣兵，而且呢这边击倒佣兵以后还能起一波上挂，不过这波上挂对于杰克来讲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。为什么？你挂，哎等会儿地下室吗？
你挂上这个佣兵，作曲家救下来，比如说吃一刀救下来，救下来以后我扛一刀，密码机点亮，这佣兵是个满血，直接过来了，一刀无人甩，人捞下来扛一刀，但是机子没好啊，剧本是对的，但时间线机子89的机子稍微的来早了一点点啊，这个救人。那作曲家这里的话能教自己，佣兵这边吃刀无人没关系，我还能拖。杰克这边击倒佣兵挂上，然后待会儿手里面应该是有底牌的，刚刚都没有留意他有没有带那个狩猎本能，大概率是要带底牌的。佣兵倒，我作曲家教自己手里没有加速，赶过去看到了，切一手的话拖啊，拖一个佣兵的自己，蛮可惜的。这波作曲家救人稍微早了一点。咒术师想要过来吸一个孤，然后点一手，因为咒术师手里还有个飞轮嘛，他的操作空间其实要比作曲家大，他想要点一手以后破你隐身。来，咒术师，哎呦我去！这一刀要是实体刀打中咒术师，误认打中这个作曲家就帅了。再拖，还有飞轮，还有锅。作曲家这时候爬吗？这时候哦不，教自己吗？爬吧，你这自己教了呀。咒术师确实还能再玩，漂亮！真的，这飞轮咒术师打杰克真是一把好手啊。对不对？我之前发视频我说咒术师打杰克，杰克很头疼，有观众还不信，真的别不信。咒术师在当年没飞轮的时候，他打杰克就是一把好手。杰克现在挽留结束了，误认，走位一刀没扭到，还有一个孤，好的。这个咒术师说实话，这一把就是那个大孤可能取消了个插刀有点可惜，其他的操作真的都很帅。还想打你们不做人吗？我这也要打，太过分了吧，七人会不会太……咒术师现在还差一点点，七人太深，我等个误认。咒术师这边要交孤了，交个孤。咒术师还不走，走了，算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你自己了。